三言二语，一个字讲真话，情商超低嘅。我姓少女。呢条短袖嘅长裙，呢一排咧就特别中意绿色，所以咧就买咗好多好多绿色嘅裙。今次呢批都唔例外，买咗好几件都系绿色嘅。面料咧系聚酯纤维，背后咧系露背噶。咁呢度咧会有一粒纽扣住咯。我觉得呢条裙好松身。OK， 咁我而家去试着啦。我嘅身高系160，体重系43公斤，着紧嘅系细码。条裙嘅话咧系非常之松身啦。同啱睇咗图片嘅时候嘅感觉系唔一样噶。我以为佢系紧身噶，点知原来佢咁松，怀孕都可以着得到嘅嗰种。同埋咧腰嘅位置咧，佢系斜嘅，就系不规则嘅形状。咁我睇图片嘅时候，我感觉上唔系咁咯。图片系咁样样嘅，就着起身嘅感觉完全唔一样。同埋佢系比较长啦，设计得，所以咧我系要着高踭鞋先可以着得到，如果唔系会蹬地。呢条裙唔系咁适合我。今日分享到呢度，下见，拜拜。